应该是要把握住的。你能够投进这一到两颗，真的不用多，我是大大帮助球队。林志杰在布伊德脸上投三分，进了之后是十分的差距。这个火锅扒出去之后，进攻时间剩下1.1秒，林志杰要想办法把这个炸弹给抽掉。林志杰单场第二颗的三分球，球给志杰。明天生日对不对？对，40岁的老将。哦，今天是林志杰三字头的最后一天了。底线，哇哦，奇妙老爹要开帽，要开帽了。现在福禄寿同时摆在场上，迫使梦想家在第二节喊出暂停，双方仅剩三分差距。林志杰的三分球加上蔡文成在底线也投了一个 long two。禁区的强度是往上提升了一个档次。对，重点是大 B 哥在季初上半季跟下半季的进步。见鬼了，杰哥不要啊！要提到的是勇士队，我先来看一下这一球，林志杰在陈立焕几乎是已经贴到他脸上的情况下，硬是找出了半秒的出手空档。今天那三哥的三分球，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哦，是都是在对位的情况之下，然后能够拔起来的，包括前面一场比赛三分线外是三投两中，今天是首度命中，林志杰，迈漂亮的空手走位，勇士的反快攻，来看林志杰，林志杰。连续的假动作，在禁区没有机会，交给外围的简伟 ，Rookie Shoot 在三分线外把握住了。